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青牛泰连，分享自学经验。音乐并非高不可攀，今天我们来用洞箫来吹这首《小李飞刀》。那如果有朋友你是学笛子呢，其实也是可以参考的啊，因为洞箫和笛子它的指法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这个看谱了。哆等于 F，F 调。恰巧呢，我这个洞箫啊就是 F 调的。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调呢，你就可以看。从下往上数，第三个孔这儿，这里有一个字母，啊，这个字母呢，就是说你这个是什么调的动效。那如果是 F 调呢，统音做骚，啊，什么叫统音？就是把所有的窟窿都堵上，吹的这个音发出来的这个音啊，就叫统音啊，统音做骚这样的指法。那有人说我这个不是 F 调，那怎么办？能不能吹呢？当然能吹了，只要是我们自己玩自己吹这个。学嘛，你不跟伴奏，所以就自己吹啊，就可以忽略这个调的问题啊，不管什么调，忽略这个调的问题，你只要统音做骚啊，就是用和我一样的指法，就可以吹这首曲子。还有的朋友呢，经常会问我八孔箫的问题啊，我这个呢是六孔，啊，这个是传统的箫呢，我就是六孔的，它这个拿法啊。这个左手的大拇指堵第六孔，在背后呢，啊，第六孔，然后呢，前面的食指堵这个第五孔，然后这个无名指呢堵第四孔。如果是八孔的箫呢，这个位置上应该也有一个孔，啊，是这个左手中指的位置上。下面的四个孔呢，就右手四个指头这样堵了，这个右手无名指这儿啊。多一个孔，然后小指按第一孔，但是我这个六孔的呢，我就习惯用三个指头这样去堵。那如果你是八孔的呢，你把无名指堵上不动，啊，还有这个刚刚这个左手这个中指堵上不动，那剩下的呢就六个孔，就跟我的指法就一样。你把这两个孔呢堵上不动，看作是没有这两个孔，那剩下的呢指法就跟我这个就完全一样，六孔。好，我们从头开始啊，还是这些乐句呢，包含了这个整首曲子里边所有的不重复的乐句。这个低音的骚和中音的骚啊，它指法是一样的，就是都这个把窟窿都堵上啊。轻吹是低音的骚啊，稍微用点力气呢，就是中音的骚啊，这是它的区别。但是这个中音的骚呢，还有一种指法呢，就是把这个大拇指放开，啊，这样吹的话也行，啊，所以啊，你练哪种呢都可以，两种办法啊。骚咪这个咪呢，是把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五个孔呢都放开，只堵着背后的这一个。啊，第六孔，啊，这就是咪了。骚，我们刚刚介绍过，re，啊，是把这个食指堵上，也就是从上往下数的第二个孔。那按照这个洞箫的孔的这个排位呢，它是从下面往上排的，第一孔、第二孔这样数的，也就是说把第六孔和第五孔堵上，就是 re。咪来咪来，啊哆，那再往下走一个，第四孔也堵上。啊，刚刚说了八孔箫的朋友呢，你就把这个看作是没有啊，第四孔还是我指的这个手指头了。那第一句嗦咪嗦嗦咪来哆。然后这个哆呢，也是要吹出来的。刚刚我们吹的是这个哆嘛，一二三三拍。然后这个哆呢，也是要吹的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吹呢？手不用动，舌头动一下就好了。突啊，突哭突哭发，这就是吹这个洞箫笛子的吐音的一个基本的技巧啊。突哭突哭，那你发哪个音都行啊，不用说出来，就是突哭突哭啊，舌头这么动。
就起到了隔断两个同音高音的这么一个作用。然后这个拉啊，把所有的孔堵上，然后把第一孔放开啊，这个就是拉。稍微重一点吹，因为它是中音的拉嘛，像这个下面带点的呢就是低音了，就是中音的拉，稍微用一点力气。然后这个高音刀跟这个刀的指法是一样的，力气加强，就是吹的口气要加重。抖抖抖抖啊，拉呢是这样，把第一孔放开啊，不要吹轻了，吹轻就是低音的拉了。抖拉抖抖拉嗦拉嗦，就是这样。后面咪来刀啊，咪来刀又是这样，咪来刀啊，堵第六孔，然后堵第五孔，再堵第四孔。这个呢是把四五孔放开，这个呢再堵上第五孔，这个呢再把第五孔放开啊，手就是这样动的。到这里了 ，so 啊 ，so 又是全堵上，总吹。咪嗦拉嗦哆拉哆来，咪嗦啊咪嗦啊，放开一二三四五孔，然后吹咪，然后呢再把所有孔堵上嗦，然后放第一孔拉，放第一孔拉，然后再堵上嗦，然后再把右手都放开，堵上四五六孔就是哆，然后再堵上啊右手的二三孔，拉，哆，来。啊，来是在哆的基础上再放开一个孔，然后反复了，嗦咪嗦啊，跟前面是一样，然后从这里接咪嗦来哆拉嗦拉哆啊，来是在哆的基础上放开。这个无名指第四孔，然后来哆把这个无名指再堵上，然后呢这个拉再堵上，这个时候都是要轻吹了，跟这个不一样了，它是低八度的拉啊，同时把这两个手指头堵上，就是右手堵上二三孔，然后嗦同音，再放开拉，再放开右手哆啊，吹到这儿了，咪嗦来哆吧。好，我们吹到这里了，然后紧接着呢，两个连续的哆哆，这个呢就用我们刚才介绍的吐音的技巧，吐哭连着两个吐哭啊，一般肯定是先发吐，也就是舌头先往前抵，然后在舌根抵上了吐哭。啊，应该是这样比较顺。如果你说哭吐呢，也行啊。如果你就这样的话，那也行。但是感觉一般来说是不顺啊。嗯，啊，指法呢，因为都是重复的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个正面的，哆哆啊，这样，哆哆，然后拉，接这个拉啊，哆哆拉啊，这样接，然后这个发呢？这个发呢，它是把这个大拇指放开，第六孔放开，然后呢四孔五孔堵着啊，其余的一二三孔啊也可以放开，也可以把第一孔堵上，这是这个发的位置啊。发，如果你从这儿接哆哆拉发怎么接呢啊，因为后面又一个哆啊，哆哆拉发哆，你看这个手呢它是哆哆，然后堵上拉，然后再放开发刀，发刀啊，这手是这样，发刀发刀这样动，但是口气呢在这儿要加强，因为它是一个高音，然后再来拉扫刀刀拉发刀拉扫，那吹出来呢大概是这样。啊，这样后面刀人咪拉扫咪人啊，哆哆来咪
拉，拉嗦咪来，哆来咪拉嗦咪来。关于这儿的节奏啊，我们在前面的节目给大家提过一嘴，就是把后面这个半拍的咪啊，可以看作是一个空拍儿，看作是一个空拍儿，利用这个空拍儿来换一口气，哆来咪，吸气，然后拉嗦咪来，我们再吹一下。啊，这样的话节奏就可以稍微正确一些。后面哆来咪咪来咪啊，哆来咪咪来咪哆，哆来咪咪来咪哆，然后咪嗦咪嗦拉拉嗦咪来，咪嗦拉拉嗦咪来，好，我们吹一下。到这里呢，我们这首曲子里边所有包含的乐句呢，就都介绍到了。大家如果往后学呢，你会发现跟前面是重复的。那我们连起来把这一段呢吹一下。后面又是嗦咪嗦，好，我们就省略吧。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。